每天造句，英语没问题。上周你为什么缺了一节课？用英语该怎么说？首先，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主干部分。主语呢，就是你，你就是 you。你怎么样呢？这里找谓语动词，谓语动词呢就是缺了，缺了，换句话说就是丢失了，用 miss。缺了什么呢？缺了一节课，在这里做宾语 ，a class。或者是 a lesson， 什么时候缺了一节课？上周，时间放在末尾 last week。接着再来判断一下这个句子的句式，从问号可以得知这是一个疑问句，从为什么可以得知这是一个特殊疑问句，特殊疑问词是 why。 特殊疑问句由特殊疑问词加一般疑问句的句式组成，因为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实义动词 miss， 所以呢这里需要用到助动词，因为这里是 you， 所以助动词呢用 do。 最后再来判断一下这个句子的时态问题，因为时间呢是 last week， 上周，所以呢是一个一般过去时， do 要变为 did。 最后末尾处呢接上我们的问号，这个句子呢就完成了。 Why did you miss the class last week？ 你们学会了吗？点赞关注棒棒老师英语一级棒。